老板要个鲷鱼烧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我要芝士芋泥拼起来的。淋上面糊，放上满满的芝士、芋泥。那一切你会理解，还是离我远一些，除了你谁能体会我的喜悦，别熄灭我们最爱的季节，一会儿就能出锅了，会把我给终结，无论我强得多么轰烈，为了你我芋泥和芝士是神仙搭配吧，饼皮被烤得焦焦的，特别香，芝士芋泥暖乎乎的，特别绵密，好好吃哦。